lost, and we're not used to losing. People are kind of still coming to grips with it. Persona, who the hell am I? I just want to go, I just want to fly. 我的脑洞什么都秒懂，还有点不懂。欢迎大家收看八八六十四，你好，我是 Win 李时彬，今天又是我啦。那昨天的现场的这个直播就非常热闹嘛，就有这个韩国的男团 The Crunch 来到现场。那也预告一下喽，今天晚上呢，他们就会有一场活动呢，7:30就在三位 Velocity 那边啦。所以大家想要支持他们的话呢，给力的话呢，也可以去到现场喽。当然要来说一下了，我相信中国好声音呢是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一档节目了。那八度空间也有在热播的。OK， 那这一次呢，上一次啦，就是说上一次呢的导师呢，每一次呢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有周董、周杰伦啊、李健啊，然后呢这个谢霆锋啦、庾澄庆啦等等的。那最新一届的导师又有谁呢？哎呦，就是呢官方那边呢就已经说了，那这一次的这个新导师呢没有周董、周杰伦。哎呦，让好多人都非常的心碎。可是哎呀，却换来了这一位呢，也就是二哥王力宏啊。哇，大家就说了，哇，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会非常非常的精彩啦。那周杰伦呢就被传出啦，就跟昔日的这个好搭档啊方文山呢就去参加了这个录制中国好诗歌这一档节目啦，所以就没有参加最新一季的这个中国好声音啊。那导师的阵容呢，李健依然呢会是导师之一，那还有另外两位呢就还没有开始官宣的呢，就有人揣测就说，哎，那英也会回归节目。那还剩下最后一位，大家网友们就在猜测，哎，那有王力宏、李健，哎，再加上那英的话，哎，会不会是之前的谢霆锋？可是网友们呢更倾向于猜测是谁，你知道吗 ？JJ 林俊杰。所以大家就有说嘛，如果 JJ 呢可以从这个梦想的声音呢到这个中国好声音的话，就简直是太完美了。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这个阵容的话呢，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每一首歌都会去关注的，就让我们敬请期待一下啦。不过呢，王力宏的加入呢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啦。当然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呢，让所有全球的 ARMY 也非常开心的，也就是呢 BTS 防弹少年团呢很快的将要回归啦。虽然呢他们近期都一直在忙着世界巡回的这个演唱会啦，但是呢他们在近期呢就公开了这个 Map of the Soul Persona 的首播预告影片，里面的主角呢，哇，这一次就是由他来担当的，说的就是呢 Red Monster 啦。那这一次以往你知道吗 ，BTS， 就是每一首新歌或作品的一些回归预告片呢，都是比较神神秘秘的感觉，可是这一次呢就比较一个强烈式的，直接由这个 Red Monster 呢带来了这首预告片呢，是唱着是用非常强势的那一种 rap 的方式来唱出来。那歌词第一句出来就是我是谁，就跟他们以往的这个歌曲一样呢，都展现很多的正能量啊，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自我的更多的一些正能量的自我意识在里面。那其实你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 BTS 的歌曲的话呢，其实他每一次呢都在里面呢唱了很多不同元素的部分啊。那除了是嘻哈元素之外呢，那歌词里面也是有探讨到时事啦、文化啊、传统等等的元素，所以呢都非常非常的成功。所以呢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那你还没有看到呢这个预告片的话呢，现在来让大家看一看咯。사람들이아는나나토로하기위해내가스스로만들어낸나의난날속여왔을지도뻥쳐왔을지도부끄럽지않아이게내영혼의찌거려 myself 너절대로너의혼도를내지마따뜻히도차갑게도될필요없으니까가끔은위선적이어도위약적이어도이내가걸어두고싶은내방향의척도내가되고싶은나사람들이원하는나네가사랑하는나또내가피져내는나웃고있는나가끔은울고있는나지금도매불매순가살아숨쉬는 persona Who the hell am I? I just wanna go I just wanna fly I just wanna give you all the voices till I die I just wanna give you all the shoulders when you cry Persona Who the hell am I? I just wanna go I just wanna fly I just wanna give you all the voices till I die I just wanna give you all the shoulders when you
哇，看了就非常的激动，对不对？其实啊，真的啦，每一次呢，他们的作品呢，都一直提倡着呢，要更好的去表达自我啦，然后呢，更勇敢的去面对一些呢自己不敢面对的事情。当然，我来话说一下啦。那说到艺人创业的这个部分啊，相信呢，大家有留意本地艺人的话，都知道，哎，东瑜哲的小东之前呢，就有跟这个他的女朋友啦，也就是俊倩呢，一起开创了一个咖啡的一个事业啦。那近期呢，他就在拍摄跟 Christina 一起拍摄一个节目《学霸》的时候呢，就被媒体们呢就有访问问到说，哎，是不是这个咖啡店啊有在经营当中啊？那小东呢就有透露的，这个他跟这个咖啡馆的合作呢是暂时撤资了，就是没有跟这个咖啡馆的人继续以股东的这个方式合作。不过呢，产品的部分呢，这个咖啡的部分呢还是可以在那边买得到的。当然就有问到说，哎，是什么样的问题啊？那这个小东就有说呢，是两双方啦，双方的这个方向不太一致，然后一些投资金的部分的一些事情呢，就让他呢就把这个专注力更专注在于说，哎，今年就是东瑜哲成立的10周年。那小东就有说，接下来呢也会非常的忙于在这个小型音乐会的部分啦。那暂时他们也希望啦，开咖啡馆的这个愿望呢，是可以在9月份的时候呢实现的。我相信大家可以更多的去留意一下小东的 IG 啊、脸书等等啊，我相信那边呢应该可以有更多更跟进的一些消息呢。那哎，媒体们就有问到啊，那哎，小东的家长有没有催婚啊？因为毕竟呢，他跟 Zen 呢、俊倩呢在一起交往呢，已经有4年的时间啦。那双方家长呢都有在催婚的，不过呢，他们就有说，哎，大家都还年轻啦，可以在事业上呢多拼一些，一切呢就是顺其自然咯。那我也希望呢，真的这一天呢可以很快的来临。当然，小东近期就跟 Christina 黄伟轩呢一起在拍摄一个全新的节目，叫做《学霸》，所以希望呢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多多留意一下喽。OK，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先进一进广告，回来有更多的娱乐新闻。Hey there, you're now watching 8E News Malaysia, one and only Chinese entertainment live show. I'm Alec Benjamin, I Lee Ke Bon Jammy.是的，那4月份呢就有这一部，我相信呢大家一直非常期待的电影，也就是 Avengers 4 Endgame。那上一部 Marvel 的电影也就是 Captain Marvel 嘛，那其实在很多的这个彩蛋的部分呢，大家都一直在追，然后呢都在想说，哎，到底 Avengers 4呢的这个故事情节结局会是怎么样？因为几乎在 Avengers 3的时候呢，哇，很多的 hero 都已经灰飞烟灭这样子的。不过呢，真的要告诉大家一下啦，那4月24号呢 ，Avengers 4呢将会在马来西亚正式上映的。好消息是什么？因为美国那边都还没有上映，我们这边就可以先率先看到了，我觉得也算是福分啦。当然呢，就是 Marvel 的这个官方单位呢，他们就公布了最新一组的这个电影海报啦。然后呢，这个标题就为 Avengers The Fallen。然后呢，其实放出了32个 hero 的这个照片，可是，哎，特别之处就在于说，有一半是有颜色的，有另外一半是黑白色灰灰的颜色的，哎，那大家就在猜测是不是代表着，哎，灰色的这些呢就代表着是已经不存在的这个 hero， 就是复活也复活不过来的。因为大家都一直在揣测嘛，因为呢最后一集的这个 endgame 呢，其实有几个重点哦，是大家呢非常一直想要知道的，包括 Iron Man 被困在这个泰坦星上，那大家有看到第一支预告的时候，他就跟着他的这个头盔那边讲话啊。然后呢，我不知道说，哎，到底最后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节？第二呢，也就是美国队长，哎，会不会就真的是在拍了这部过后呢，就正式的退役的？而且呢，其实呢，这一个他们怎么样呢去反击回这个 Thanos 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呢，大家都一直在探讨。很多的网友，其实我自己看了 Captain Marvel 过后呢，我就一直去 YouTube 啊找很多他们看到的一些揣测的彩蛋，真的网友太厉害分析了。大家就有说到呢，这个 Ant-Man 哎，他进到的这个量子领域呢，或许可以带大家呢回到这个，你知道，时光倒流回到过去，让这个 Thanos 呢，他不是那个手指一掌
就地球一半的人数都不见掉，这一刻呢再重新开始哦。所以呢，到底最后一集会是什么样的故事呢？啊，一定要进电影看哦。而且呢，先跟大家说一下啦，那 Marvel 已经公布了这部电影呢将会呢超过3个小时这么长呢，所以你去看的时候，先上好你的厕所了 ，OK？ 好，这个时候先去看一下啦，有的这个是 Avengers 4呢的一些制作花絮。This is no place to die. Thanos had his way, and half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universe has gone. Everyone's doing their best to keep their head above water, but it's kind of a losing battle. We lost, and we're not used to losing. People are kind of still coming to grips with it. Natasha is a little bit hardened from what she's had to go through.They've truly leveled us, not just literally, but morally and emotionally. There was no other way. The fans' reaction to the end of Infinity War, when half of their favorite characters turned to dust, really was indicative of how emotionally connected the world has gotten to these characters. I don't want to go. I don't want to go. The good thing is it's always easier to build people back up after they've been broken down.Man, that's what Marvel's great at doing. It's that shred of hope everyone's looking for. We're in the endgame now. I know I said no more surprises, but I was really hoping to pull off one last one. I like this one. 期待期待哇！一看了刚刚的片段，就真的是想要快点到4月24号，我想马上冲进电影院里面呢，看一看人家到底 Avengers 的结局 Endgame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情节啦。OK， 好，不过也是要来说另外一则新闻呢，也就是哦，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心疼他了，也就是呢 ，Jam 邓紫棋。那这一段期间呢，就有传出啦，就是他跟他的这个前经纪公司呢，蜂鸟音乐呢，就是切割的这个关系呢，就已经是跟这个公司呢是没有合作了。当然，同时。他也宣布了，就是呢，他之前从2008年呢就开始经营的这个 YouTube channel 呢 ，Jam Vlog 呢就不能再用了，不会有继续的 update 啦。那其实呢，哇，你知道很可惜，因为在这一段期间呢，单他的这个观看累积数啊，累积的观看数啊，都有超过了10亿哦，包括他之前的歌曲啦的点击率啊等等的。不过呢，Jam 邓紫棋就有说啦，虽然这个 channel 不在了，或者。一直有在说嘛，可能就是跟这个公司不再合作了，过后呢就不能用邓紫棋的这个名字了，过后呢其实他有说到，无论他用什么样的这个账号呢，邓紫棋还是邓紫棋啦，因为呢账号是死的，人是活的，那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觉得他的这个态度呢非常非常的对啦。当然我们也去看看一下呢，就是呢邓紫棋他的新歌突然之间的 MV 片段。
那邓紫棋呢也有一个全新的 YouTube channel 啦，大家赶快的去 subscribe 一下啦。接下来呢就在那边一起来 follow up 邓紫棋接下来的这个动向啦。当然也要恭喜一下啦，娱乐圈呢又有一桩大事了，说的呢也就是向左向这个郭碧婷求婚啊，求婚成功哇！那这个你知道咯，就是结婚戒指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厉害哦，你知道钻戒呢足重达5.03克拉，而且呢里面呢还刻了两个人的英文名字 Jackie Love Bill 2019的。当然啦，这个郭碧婷跟向左这个婚事呢只是包不住火，不过我觉得除了他们两个人开心之外呢，他们就是这个向左的妈妈呢陈岚呢更开心啦，因为呢他就已经很快的在微博上呢开心的发文说，只是包不住火的。那向左呢已经在这个17号下午5:20呢向郭碧婷呢求婚成功啦，真的是非常让人开心的一件事情啦。虽然说郭碧婷和向左不是在演艺圈里面非常非常当红的艺人，不过他们的恋情呢都是受到大家的这个关注的，而且呢向左的家庭就非常的有这个 power 嘛，而且呢大家很多的就跟很多的巨星们呢都有很多的这个合作，而且在市场上的定位呢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当然郭碧婷大家就有说嘛，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能力呢可以嫁入豪门？其实呢也就是他们之前呢在拍摄一个节目啦，他跟向左一起参与一个节目叫做最美的时光的时候，因为是亲子类型的节目，节目当中呢这个向左的妈妈呢也有出现哦，所以呢就让郭碧婷呢就让他的妈妈呢留下了非常非常好的印象。我相信呢你知道嫁入豪门很多人就有说嘛，婆媳关系也是很重要，只要搞得顶这个男方的妈妈呢，这样子的话呢，接下来走的路也比较顺啊。当然，还是非常祝福两位喽。OK， 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先进一进广告，回来有好康要告诉你哦。歌曲蔡依林《脑功》。瑞玛西丹，你知不知道？卓轩、刘韵琴、月球小姐，袁咏琳终于勇敢了，长大了终于勇敢了，我确定我会很好 ，Goodbye my love。艾怡良，玻璃心。新歌推荐，文慧茹，亲爱的你。Karen Sisi FaceTime。王心凌，生命中的美好缺憾。周兴哲 ，Nobody but me。娱乐焦点、最新艺人动态，全都在88.64。大家好，我是 Joyce 叶曹。
想不想呢去到现场，然后去顺便呢可以找回一下你的迪士尼的这个回忆呢？啊，要听好来了，因为呢等一下呢我们呢八八六十四呢将会告诉你如何赢取这个入门票，也就是我要送票给你啦。好啦，听好咯，那这个 Disney on Ice Presents Mickey Super Celebration 呢将会在4月5号至7号呢举行的啦。那地点呢也就是在 Shalom 的 Melawati Indoor Stadium 的 OK。 那其实呢现场呢也就是呢纪念迪士尼冰上的真实原创所呈现的米奇的超级庆典啊，会有好多好多迪士尼的经典的角色啦，包括有米妮啦、唐老鸭啦、高飞呢都会呢加入米奇呢一起呢展开一个迪士尼的冒险故事。而且呢你还会看到呢有 Frozen 的姐妹安娜还有 Elsa 呢发现了真正的爱情是有伟大的这个魔力的。总之你去到现场呢就可以找回你满满的迪士尼的回忆啦。 OK， 那我们我们的八八六十四呢将要送出呢4月5号 Disney on Ice 的舞台剧的这个入场券啊。而且呢另外呢我们还会呢送出两张4岁到10岁的乘车通行证啊。如果呢你有想要赢取这个4岁到10岁的乘车通行证的话呢，就在你回答的时候呢顺便注明一下啦。 OK， 那现在呢我就要发问问题让大家来赢取咯。 OK， 问题就是这一场 Disney on Ice Present Mickey Super Celebration 呢将会在哪里举行，也就是哪一个 stadium。 OK， 那刚刚我就有说到了，请你把这个答案呢连同你的个人资料呢一起发送到 ae_news@atv.com.my 就 OK 啦。 OK， 记得看一下 ae_news@atv.com.my。 那希望呢在4月5号的时候呢你会来到现场看一看咯。 OK，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好康啦，我相信大家听 1FM 都有一直在听到的啦，也就是呢 1FM Crazy Rich One 送你高富帅。那为了迎来呢 1FM 的这个10周年呢，为了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那从现在开始到4月26号呢 1FM Crazy Rich One 呢将会送你高富帅，而且呢哇很厉害哦，会有轿车以及现金奖，听好来咯。只要在3月25日呢至4月12日呢守着追忆的 1FM 呢 1FM Crazy Rich One 的富将会送你价值哇高达70000级的轿车。而且呢 1FM 呢也会分别呢通过电台直播、官方社交网站以及决赛现场呢招募参赛者的。当然还要告诉大家一下哦，4月3号呢这个3位 1FM 的 DJ 呢也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告诉大家如何在节目上呢有机会可以赢取这辆轿车啦。当然呢更多有关于这个好看的消息呢大家就可以多多的留守以及收听 1FM 啦。 OK， 好啦，那今天节目尾声呢送给你这首非常他的歌曲，有的是罗志祥的罗志祥，拜拜。